好，我们这把就直接选择陨星，陨星看会不会好打一点，因为你出那个打野刀啊，那个鞋子有点要配合队友，你直接打输出一屁股坐死别人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学一技能、学二技能打野的速度是一样的。PS 5是什么？他不会进来了吧？很危险的，老弟。哇，好执着啊！我能不能抢河道之灵啊？对面是李白，应该是我们位置比较好，帮我打一下哥。还行，拿到了。那我们这样到四会比较快。怎么中奖？靠运气，靠运气，兄弟们。好，这样我们有两把铁剑了，看是不是宰人会方便一点。晕倒了，给二给一，他开干扰了。哎，我真的服了，他是干扰。这样的话。捡了个树，交闪了，交闪算了。中路等他大招就完，好，他死了，因为他追了很久，他一技能回不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等陨星。好，陨星有了，你等下看这个伤害是不是比较爆炸，就比你出直接出打野刀要好用一点。那现在的话，让他发起进攻，我们稍微绕一下。这个血量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好，这里直接一技能大招。你哥们儿，我白绕。买双鞋。中路有一波线啊，我应该是新线。下路好多人呢，捡了他一波伤害，应该不至于死，是吧？你被别人打的时候，你先大招踩下去，因为你大招是降低别人30%输出的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的，是吧？好不好？不要到处乱逛，先踩了再说。把头龙给拿了，我们下路继续压，这个也不需要我手干嘛了。他应该还有一手干扰，我记得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等打野刀了。哎，他没干扰，我干扰丢慢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出打野刀了，然后再去把这个暗影战斧给补出来。上路打吗？开大了，我赶紧过去，这已经不需要我了。好像李白在这个里面，还是不管，这一波直接压中路塔，是不是？兵线很好，压中路塔。他身上有蓝吗？他身上没蓝，他们家蓝 buff 有的。好凶啊他！我溜了，回去拿这个蓝 buff。基本上你这个节奏已经非常好了，是吧？都比较顺利，然后你。再刷两下，你暗影战斧破军一出来，他们基本上那边没有人扛得住你的伤害了，你那个路就见一个杀一个了。中路打起来了，
这一波我可以去丢二技能跑得快一点。好，这一波先踩吧，是吧？一技能，二技能，一技能 A 直接死了。还有一个大招直接追一下，是吧？让这个大招这个距离达到最远，给二技能，他能再泡一下吗？好，这个位置封他走位就行了。现在在补破军了，这蓝 buff 这个红 buff 可以给。屁股后面有个人，我们赶紧过去。啊，这已经死了，这老夫子顶不住这个伤害。嗯，李白好像是在打红的，但我们还是优先推塔。好，挂一技能，等他回来。他不回呀。OK OK， 那基本上是属于打穿了。往后看，没人过来，有人过来直接打，是吧？我们一脚踩下去，别人一般都打不过我们的。这里中路有一个，应该是机会来了，好吧？我们走到脸上，反向丢一踩一脚。好吧，兄弟们，是吧？你反向丢一的话，他会很慌，他突然看到自己脸上有个印记，他就比较就急着交闪了或者怎么样的，好吧？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。假如说对面有个人他会反向丢一的话，你能感受一下他这个给你的压力大不大？好，这里感觉那个射手应该是要过来了，我们选择直接越塔强杀了。好，他没有过来，那我们开大招直接跑过去，跑过去还是说反向丢一踩一脚直接秒了。一技能惩戒 A 一下给二一 A， 嗯，应该可以继续推。好，我也破军了，他守塔下路，我把线带一带，然后把头龙给拿了。稍微补个防御装吧。嗯，补个反甲。这边二技能先惩戒走位，不着急。他开大呀，他不开大吗？先踩一脚拉开。走位再走，回头给二回血，一 A 死一个，是吧？大招踩一脚，是吧？你这个二技能你要相信自己二技能的回血能力，往这个二技能人越多往人堆里面一穿，那个回血超级多的。这里这个人在单带，血量有点不健康，我先把蓝给拿了吧。这一波是等他先折腾完，他肯定要交技能什么的。这里好像包到他了，我也来了，往这边一蹲，是吧？反向丢一踩一脚，哎，我这一波没摸到他呀，我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哎呀，这一脚居然没踩出来，可恶！我那个二技能没有丢好，我穿的人如果再多一点。就直接起飞了，应该可以一波了。这一炮，我觉得可以一波。不是吧，大哥？这都没打到人。搞个名刀吧。他们那边没有什么大肉，值得我去出碎星锤。你把名刀做了，然后把这个三级打野刀做了，照样秒人。我这个铭文带的有点不舒服，
虽然大家都喜欢带那个隐匿，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带狩猎，好吧，带狩猎那个 A 的比较爽。吃两个药包，跟他们打。少人啊。我伤害特别高，他顶不住的。哎，我这一波好像有点小憨了，先拉开距离吧。完了，去做三级打野了。那求稳的话就直接拿主宰了，算了，他妈送起来了，送起来就直接可以一波了吧，感觉把主宰拿。下路好，问题不大，再拿个野外。踩了他一脚，应该一波了。来吧来吧，兄弟们，先踩一脚，一 A 二，辉玉，行吧，一波一波 ，OK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